下面大哥嚷一下，哎呦嘿，会会，我的个天哟，他那么一直就下去了。哎哎，兄弟兄弟，赶紧过来帮个忙。哎呦，小伙子，你这个解说是真牛，来，咱俩一块用力，这不就拽上来了吗？可得注意安全，去了个多小时，可算是到家了。哎哎，怎么回事呀？快停下，快停下，快住手，刮我遮阳棚了。哎呀，你看着好吧，这瞬间竟然给我变成了敞篷的车了，看样子是没在家，过会再来。哎呦嘿，哎呦呦呦，我这个奶奶，这个还来个后空翻呢。哥几个抓紧啊，马上就快下班了啊。哎呦，怎么回事？我这个奶奶，这门还冲这来的。来吧，你俩在这躺会，我当会抽钱再说啊。我这个娘嘞，亏你当初钱，你救了俺俩一命啊。我叫你不理我，我叫你玩手机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赶紧给我快松手，你脸上